青春觸發音樂，創意感染世界。埋班作樂真係埋班，然後一齊作樂。埋班作樂最珍貴嘅地方就係冇規冇矩咯。Create whatever we want. It's really fun. 好似真係一個真空咗嘅音樂空間。每一個空氣入邊同埋細胞入邊係充滿咗一個好真好真嘅熱情。今次個經歷係幾新鮮嘅，我諗都係俾咗一啲都好似唱咗好耐歌嘅歌手，真係喺唱歌上有啲新嘅嘗試。大家都好熱血，好似係一個好天作之合嘅一個配對，一路溝通，大家一路加自己啲嘢落去，填詞啊、創作啊、作曲嘅部分係諗過度過。交自己的最好出嚟，非常有意義的一個 project。了解翻即係佢哋年輕人其實佢哋嘅音樂嘅道路係點樣樣啦？全部都係可能佢哋即係卧虎藏龍，不嬲都係值得去俾大家認識。希望之後都會繼續有多啲唔同嘅音樂部分可以有佢哋嘅參與。嗰個最大嘅影響力就係真係令到佢哋自己真係同呢一個地方嘅音樂係有一個聯繫喺度，係屬於其中嘅一份子咯。咁我覺得呢個真係呢個計劃裏面最成功同埋最大嘅一個得益咯。喺香港暫時嚟計咧，其實我都未見過一個好似埋班作樂一個咁大型嘅集體音樂創作嘅活動，即係我覺得都係一個夢想成真嘅計劃嚟嘅。Push us beyond our boundary。我覺得呢個 project 最正嘅方面就係我哋大家一齊 build 出嚟嘅嗰個默契，同諗法相近嘅人神奇地走埋咗一齊。咁呢一個平台就俾到一啲新嘅音樂人可以踏一隻腳入去試一下音樂創作嘅過程係點樣，即係明咗好多嘅 tricks 或者做人啊，或者做音樂嘅上面嘅取態，令到我得到一個好好嘅答案，俾我自己 keep going 咯喺呢一個行業度。多謝埋班作樂，多謝一個人一首歌，多謝創意香港，埋班作樂讓香港音樂工業一直青春下去。好高兴再次参加埋班作乐的活动，今届的报名人数比上届急升近三成，我们希望成功入选今届埋班作乐的新一代曲词编青英，埋班后透过工作坊、训练营等学习更多技巧和累积更多的经验，创作出更好的作品，与众作乐。今年的 slogan 就是青春触发音乐，创意感染世界。